现在是呢，2021年的6月，这个是大罗山西地区尔湾市现阶段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全新的独栋别墅。上个视频呢，咱们介绍了第一个户型，现在视频里看到的是第二个户型，也是这个楼盘里最大的一个户型，2600尺，4房4卫，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2层的独栋。这两个户型的具体资料都可以在我朋友圈里找到。现在呢，咱们进了屋里。首先呢，咱们往左转，左边是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全卫的，带浴室，还有一间卧室。卧室跟卫生间之间呢，是一个储物间。咱们看一下这个卧室，一共有3个窗户。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刘。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卫生间。继续往前走呢，就来到了它的这个客厅。客厅的设计呢，还有厨房是连在一体的，用的是这种开放型的设计。客厅的上方是有挑高的，而且呢，它是有2侧的推拉门。当你打开门的时候，室内室外的空间是融为一体的，这个也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这个挑高做的是非常好的，直接呢把整个房子提升了一个档次。上一期呢是卖126万，很多人呢都是冲着这个户型，而且呢现在要排队。这个价钱能买到这样的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厨房、用餐区、客厅已经完全做了功能性的区分。咱们大家看这个大的台面，这厨房也是非常的漂亮。在厨房靠近楼梯的这一侧呢，有一个储物的空间，它是这个样板间是给做成了一个放酒的柜子。其实这个房间里很多储物的空间都是可以再利用起来的。刚才咱们看了非常棒的一楼，现在呢咱们去2楼看一下。首先楼梯是折叠式的，2楼一上楼呢会看到一个小客厅，也是有栏杆对着下面，这个跟户型一是一样的，对的是客厅的那个挑高。左手边呢就是这个房间的一个次卧，所以它是左边一个次卧，右边是次卧加主卧。咱们看这个卧室，这个大窗户采光非常的好，这个卧室有3个窗户。卧室里带了独立的卫生间。户型一呢是左手边是主卧，这个是不一样的。现在呢咱们来到了右边，右侧的左边是主卧，右边是次卧。咱们先看一下主卧，主卧的面积呢明显的大了很多，而且也是带阳台的，就是用这种大的玻璃门让更多的光照进来，这个跟户型一的设计是一样的。转过来之后呢，右侧是衣橱，左边是主卧的独立卫生间。这里呢双洗手盆，有站浴，还有浴缸。咱们把镜头转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咱们从主卧出来了，咱们看一下第4个次卧。这个卧室呢同样是有3个窗户，而且是有独立的卫生间。具体的资料呢都可以在我朋友圈里找到，都有详细的介绍。这个位置做个办公区还真挺不错的。咱们再看一眼，对面是个次卧。现在下楼要回到客厅了，再看一眼这个宽大的客厅的全景。数量不多了，这个真得抓紧排队。
更多的问题欢迎单独找我，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刘，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下次咱们接着聊。